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赞。全心赞美进入你的愿，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赞。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一人捧你，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主的来称谢你，主啊，因为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荣耀，主啊，我要单单的将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当中，哦，感谢主，单单的来敬拜。
你那个话语 我要给你一个话语，然后、你要看一个人出来讲见证。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胜过魔鬼，启示录写的 They overcame devil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是因为羔羊的血， by the word of their testimony， 并自己所见证的话，知道吗？每次我们说见证的时候啊，我们胜过魔鬼， Amen。 所以 Brother Wong 要做一个见证， OK，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Wong、首先感谢 Pastor Allen 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在台上分享，也给我这个机会、来荣耀神、大概三个礼拜前、一天早上我睡醒的时候，我的脚这一边很痛，痛到我站起来 都痛，然后、要走下楼梯、我就要用我的手拉着扶手，用我的左脚的力撑着慢慢走下去。然后我工作的地方、我必须要爬上三层楼高的楼梯，大概离开地面大概40尺到50尺的高度了。然后我平时做工有时候会爬到五六次、所以那我爬了五六次我都没有瘦、因为我贪吃嘛。OK， 那一天我的脚这样的情形、非常痛，那我要上到这么高的楼梯、没办法嘛，是要撑着上去嘛，所以我就是用手拉着我的身体，
用左脚的力是拉拉拉到四十五十尺高度，上到 office 坐下来，就想到要祷告嘛，要请求神医治，要领受神给的医治，啊，就祷告。然后第一天过后就比较好，第二天继续祷告，一样的情形，还是要拉着提手，慢慢拖着身体上去。祷告第二天过后，也比较好。继续，第三天也是有比较好了。然后第四天过后，虽然继续祷告，那个痛维持在第三天过后那种痛，还是有痛，只是说走路哦，第一天的时候是要拖着扶手嘛，过后就是要拐着这样走。然后如果坐在桌子上一阵子要起来，我那个阵子也是蛮 challenging 啊，然后手要按住那个痛的地方啊，手要按住，要起来走了几步还是要拐着走，就这样维持了几天，继续祷告，没什么进展哦。那我们相信神，所以就继续祷告。很快一个礼拜过去了，一样情形，一样没有改进。当时就想说，哎，我是不是需要去看医生啊，接受什么治疗啊。又想，哎，反正是一点痛啦，但我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一样哦，就是说一点痛让他去自己好了，除非老婆骂几句可能就快点去看哦。所以就在拖着，很快一个星期就过去了，两个礼拜了嘛。然后那一过后就是我们的组织敬拜，所以那一天我是有早点到了，刚好来到的时候，我的 brother James 啊，他一直坐那边的，他很忠心的，他每次坐那边的啊，所以你要找他去那边找他就可以了。哦，我们就闲谈几句，那天我就坐在隔着一排嘛，隔着他一排闲谈几句，讲到就讲到个讲，哎，我的脚痛，然后第一句话他问我祷告吗？哦，有祷告，每天都祷告，继续 ，OK， 有，我有继续。然后第二句话他问我有没有膏油嘛？哦，没有哦，因为我当时没有膏油。那我就问 Brother James， 膏油去哪里拿呢？还是要买呢？啊，讲才能拿到。哦 ，Brother James 讲，哦，很简单，你去 pharmacy 去买一瓶小瓶的纯正的橄榄油，然后跟着祷告，它就是膏油了。啊，他就教我讲祷告，就哦 ，OK， 好，这样聚会过后，我就会去 pharmacy 买，然后祷告。就这样，有时候事情啊，弟兄姐妹。会很奇妙，也很巧合。当天 Pastor Andrew 在台上就是分享膏油，当 Pastor Andrew 在讲膏油的时候，我的心里感觉到他每一句话都好像是对着我讲一样。然后哈利路亚，他不只单单分享膏油，他甚至给我们每一人一瓶，叫我们去拿。那我就记不记带嘛，机会一过后马上去拿，马上去领取这膏油，那就觉得我也不用去买，都有了神供应，所以我有了膏油，我不用去，反而再去买再去祷告嘛，马上就有。那当天机会过后呢，我没有马上回家，因为有约了一个朋友在槟城，就过去谈了几个小时，过后吃晚餐，朋友载着我去到松海槟榔那间餐厅，那种电路嘛，一般上他的电路是搞过马路的，然后他的车摆在刚好 restaurant 前面，是一个蛮斜的一个 ramp， 对我们人走路来讲是蛮斜了，汽车就是上去了。然后我当然知道我的脚还没有好了，当然是记得了。然后开车门，先把右脚拿出来，因为蛮斜，看到蛮斜。右手抓住门，抓住车的门，然后慢慢用右手的力量慢慢把左脚从车里面拿出来，
这一个动作还没有做完，我的右脚突然痛到比之前还要痛的两三倍，是刚好我的手是捉住门，不然的话很难看，我就跌倒在地上了。所以感谢主，然后没办法嘛，还是要下来，还是要出来，就左手要快点，两只手一起捉住门，拉着身体起来，往后退，不能向前走嘛 ，ram 比较斜，往后退，慢慢按着车，拖着脚，拖着进餐厅，吃了晚餐没有这样快回，最后朋友载到我们他的家，领起我们自己驾车回喽。我当时我就知道说，以我的脚的情形的话，如果勉强要驾车，我担心会危险啦。因为万一有 emergency 要 break 的时候，力度跟速度我做不到，所以就叫太太，哎，你驾车啦，我不能驾，所以就太太驾车载我回家。回到家冲洗过后，蛮迟了啦，大概11点多12点就睡觉了，没有忘记高油哦，要祷告，求神医治，要领受神的医治。祷告过后睡觉了，反正都迟了嘛，第二天还要上班嘛。然后第二天睡，早上睡醒也不敢一直马上踏着下来，记得昨天的脚很痛啊，两只手撑着床，按着转身到凳子上书上坐下来，然后左脚右手左手按着慢慢站起来，当时右脚只是没有用力，然后过后我只要知道一下到底我还有多痛啊，就慢慢把身体转移，转移过来，右脚开始承担一些体重。哈利路亚，没有痛了，很奇妙，我的脚没有痛了。下着楼梯，尝试一下，真的没有痛哦。去到 office 也不用拉着身体上了哦，背着电脑就这样走上去哦。所以真的是好了，得到医治了。然后三天过后，冰城治水嘛，所以我们去 Cameron 去到一个景点，走上一个斜坡1公里，下来1公里，过后还另外去一个景点，当天走了很多路，完全没有痛，感谢主，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借着你们的掌声，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谢谢大家，把时间交给牧师。Amen, Hallelujah, 你要讲到吗？你跟他讲的 steady steady 哦，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荣耀归神哦，Hallelujah, Amen。所以这个一个小小的动作啊，是信心的动作啊，改变了人的生命啊。啊，哈利们 ，Sakarabashante, Amen。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中，常常我鼓励基督徒啊。我也曾经跟牧师讲过，神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去善用的，其中之一是耶稣的名字。Amen? 你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字祷告，可以吗？那个主导文没有主耶稣的名字，那个、主导文里面的 N 没有主导文哦，没有，所以主导文的没有 N， 愿尊贵全品荣耀全归给你。Amen， 他没有奉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说到最后他给他们。他说 up till now hitherto up till now you have not prayed my name， 你没有用我的名字祷告，现在用我的名字祷告，看到吗？所以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字是给予神的孩子们的。 Amen， 哈利路亚，相信吗？还有呢，耶稣的宝血是给我们可以应用了善用了。哈利路亚，方言五谷新酒领圣餐，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善用。基督徒如果学习善用啊，这对于我们好的，因为他留下给我们的这个祝福来。哈利路亚！所以这里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啊，就是也有关于这些油膏油和五谷新酒。
就是长者的祝福啊，今天咳咳我特别跟你们讲啊，双倍的祝福也有双倍的奉献了啊。没有说阿们，不是，没有说阿们。OK， 长者的祝福和双倍的分量啊，给予。来开那个 slide 给我，恭喜发财 ，Amen， 哈利路亚。这个是在我，你如果你注意看我的 FB 的嘛，我常常放神的话语啊，所以这个话语我放在那边。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啊 ，fatness 啊，还是肥沃啊，还是肥土的谁的肥土，和本啊，并许多五谷新酒，这个是长者的祝福了。Right? 所以长者的祝福 firstborn blessing 啊，我都得放那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啊，如果有 FB， 有这个 internet， 有火车汽车走啊，是上帝给予我们的， Amen， 要去善用它。所以 FB 里面啊，我们不要放东西骂来骂去，我们放神的话语。你知道我放这个话语，我去看我的朋友啊，他是另外一个宗教的，他看到了，哎，那里有神这样好好祝福我们的，他也是 delight，OK， 来，神的话语啊，你的眼睛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一人通达，看到吗？亮光就很可能借助这个话语中啊，带领着他来领受以后结果在他的生命中 ，Amen， 这是我们要栽种在那边，所以这个话语呢是。我们要大庆祝这个2024里面呢，好像牧师所分享的话语。其实我这个我准备这个啊，是我完全没有准备啊，只是他那个上个星期他讲了两个星期的时候，我领会到我要直接的讲，跟着圣灵的潮流讲，所以回去那个整个礼拜我就准备这个话语，这个长者的祝福给我们，来，这个上帝给我们是恩上加恩的。来，我们要看这个话语中啊，我们看下个 slide。那长者的祝福是双倍的福分，为什么知道呢？生命记来21:16，长子在所有的产业中给他双份。And the first one by giving him a double portion of all that he has， 双倍。好像那个你看那个浪子回头了吗？两个孩子啊，来，说要。他要分这个财产嘛？两个人怎样分呢？他把他的财产分的 divide by three 咯，两个部分给他的长子，一个部分给小的。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长子的部分是双倍的，恩上加恩的 ，Amen。可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一个话语中啊，这个是以撒和Esau and Jacob， Esau and 雅各。Esau 啊是长子，雅各是比较小。可是在这里啊， Esau 啊他描述了一个啊，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去跟的，他轻看长者的部分了。长者是谁呢？等一下我们看啊。所以你看这边啊，他因为他累了，他也肚子饿了，我们看那个25啊，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死了，我累到 I see 了。”这个很 familiar， 是吧？这个 very familiar words 啊，很熟悉的话语啊，在我们当中，对不对？对吗？不敢做，是 out， 不敢做。Okay， 请你让我吃这红的汤嘛，有些人翻译是红豆汤啊。红豆汤我最喜欢的，还有那些一些是肉啊和那个菜啊 broth 啊，他们煮呢，然后很 marinated， 很好吃到红吃去啊。所以这个以扫呢，他很想吃，他累了就懒惰去做。然后他说这边呢，他也肚子饿，他说以扫说，看到我快要死了，看到吗？三十节的时候，他要吃的时候啊。那个31节啊，我没有放那边了。雅各说：“你把你的长子卖给我，那个部分 ，the status of your firstborn give to me in exchange， 撤这个
所以以扫怎么讲呢？以扫说，看到我快要死了，他快要死，为什么呢？因为肚子饿嘛，我饿到要死了，我腰个呗，我闲个呗，我欢喜个呗，我八个呗，他要死了。很可能啊，我们华人从他学习了。We go back to Genesis 啊 ，where the first mention， 哎呦，这个长子的饼啊，对我有什么用？所以在这里，他好像轻看了长子的部分了。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们，不要轻看长子的部分，它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我重要的告诉你们，因为我要带出教会，要进入神的意象当中来。神赐给我们是丰满的，所以教会如果他不知道啊 ，My people are destroyed for lack of knowledge， 是那些我的孩子们被毁灭、啊，因为缺乏知识，所以我们不可以没有神的话语的教导 ，Amen。所以我们刻苦耐劳的啊，马不停蹄的准备给你们，来让滋润神的教会，你也欣赏吗？欣赏掌声一点、啊、谢谢好像不甘愿一点没问题我吸收我收入我变哈利路亚来下一个赛来跟我玩玩啊 OK 他说啊长子的部分就是雅各 啊这个以撒呢 Isaac 他的爸爸他要祝福长子可是他祝福的时候这个雅各出现他假装错是以扫，因为他已经拿着那个长者的这个 status， 他跟以扫交换了嘛，所以他进来，所以他爸爸不知道，眼睛摸摸这样，他就祝福着他。然后他祝福什么呢 ？OK， 这个话语我希望我们全部的教会讲，可以吗？来，你们来一起讲啊！一二三，来，愿上帝。地上的肥土和丰富的五谷新酒，看到吗？所以这个里面呢，他写到那个肥土这个是和合本啊，这是恩是高，这本是土地的肥沃，它的英语是 fatness 啊，它的原文也是 fatness 啊，就是肥了啊，它的肥，它的充满着的肥里面啊，和丰富的五谷的新酒，这个长子是谁来？这个长子是说的长子是给一代金欢的教会是谁来？来，我希望你们去看，去领受。来，我们用神的话语来解释圣经，可以吗？可以来看下个 slide。来，这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他说，你们其实来到锡安山和永活的神的城，就在天上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聚集。有名字登记在天上，众长者的教会，看到吗？那个审判你不会怕，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公义，哎，他不会审判你，他已经审判在耶稣那边了。所以众长者的教会啊，是你和我。今天你要领受双倍的祝福，你说阿门吧。哈利路亚，你是长子，领受双倍的祝福，而他的祝福在圣经说是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丰富的五谷新酒。Amen， 它是什么来？所以在这里我可以帮助你们去看看，我们解开圣经中的一部分，来看下个 slide， 看到吗？一个问号在那边，天上的甘露是什么来？地上的肥土是什么来？丰富的五谷新酒。是什么来？不但他写五谷新酒啊，上帝特别加一个话语，丰富在那边，他一定有的含义在那边。所以在这里我们解开圣经看的时候啊，我们看第一个那个甘露啊，甘露是什么意思？来看下个 slide， 看到吗？你看是下面那个青色右边那边啊，那甘露啊，如果你拿走这个甘露啊，上回啊。拿走啊 ！You take away the dews of the heaven 呢、啊，就是咒诅了。为什么我们知道呢？我们以圣经解释圣经，来，那个甘露啊，就是希伯来文 H9219 啊，它的原文的这个字啊，出现在这个First King 列王上，他说什么？以利亚，看到吗？
以利亚先知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没有降露水就没有下雨。看到吗？这个是什么来？咒诅来了。三年六个月他没有祷告，你看这个人你要祷告怎么样？祷告祝福了。三年六个月他没有祷告、哦、Alright， 他说我没有祷告、啊、就没有下水。所以这个三年六个月里面、啊、没有降露水，以色列进入咒诅的地方。在以前这个，因为在这米勒伊上如果有下雨给他们这个祝福来，所以这个没有下雨没有甘露啊，就是挠走他、啊、就是咒诅了，所以就没有下雨。看到吗？我把那甘露啊，它的意思是恩惠啊 ，red zone 啊。你看那个，我特别找这个照片给你看，那个露水啊，就是有下雨，又有会下雨。来，下个 slide， 看到左边那边，王脸上的光使人有生命，他的恩惠好像云带来了的春雨，有了雨就有恩惠。所以当我们解释之前，我们明白啊，这甘露啊，它的代表给予我们所基督徒就明白启示里面、啊、是一个恩惠、啊、所以上帝啊 He prioritized 恩惠、哦、所以你看啊，圣经写、诗篇二十三章第六节，让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看到吗？恩惠慈爱跟随着我，只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愿主耶稣的恩惠，阿爸父的爱，有吗？还听着这个保罗的 benediction 呢、啊？保罗的祝福啊，他最后里面讲到，愿主耶稣恩惠，来阿爸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看到吗？所以神呢、啊？他 prioritize 优先考虑啊，要给祝福的时候啊，他把恩惠来先，恩惠就开路来的时候，祝福就来。Amen。愿神今日加恩惠给你。Amen。说 Amen。领受这个恩惠。Amen。2024里面走进里面，告诉你自己，我有神恩惠。拿那油恩膏你自己，早上来，我有神恩惠。Amen， 哈利路亚，这个是神的话语了，这个是神的祝福，这个长者的祝福了。所以大家明白，第一个甘露，天上的甘露啊，就是恩惠来。来，那么肥土呢？这个肥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好了吗？肥土是肥沃的 fatness 啊，在希伯来文啊，它有四个字母啊 ，the four letter。一个 mem， 然后这个它的三个字里面成为一个话语给我们，所以基督徒要去学习的领受非常好。mem 也代表水啊，是圣灵啊，恩膏啊，圣灵的恩膏充满着在这里。这个黄色，那黄色这个字代表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肥土那个肥啊，神所赐给我们的天上的甘露和地上的肥沃、啊。那个肥土啊，那个 fatness 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看下个 slide， 看到吗？来，这次的 Shemin Zahid， 来，这是希伯来文啊。它的三个字里面呢、啊，带着就是充满着肥，里面充满着什么 ？Olive oil。再看下个 slide， 那个 olive oil 是代表神的恩膏。所以你看长者不一样哦，你不是个烂烂的基督徒，你是满有恩惠满有恩膏的基督徒。 Amen， 今天你的思想都突破了。 Amen， 要一个突破了，你来到教会的你是不是烂烂的基督徒，你是满有神的恩惠满有神的恩膏的基督徒。哈利路亚，这个长者的祝福给谁啊？给我们。 Amen， 给我们全部人。 Amen，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吸收这个话语中啊，我祈祷祝福你们，我们 FGA 教会今年进入这个2024里面，带着神的恩惠带着神的恩膏来进入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你不相信我相信给你啊，
我相信啊，神会在你生命中啊做奇迹的工作啊。不但这样啊，圣经说我们福杯满溢，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啊，在你的生命中啊，神可以应用你啊，祝福别人哦，祷告给别人，他们会好起来。Amen， 这个是个祝福来了。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等不及的要准备这个话语给你们啊，就是给你们知道啊，神的话语中带着啊恩惠、恩高，以及下面中他说到什么？圣经这话语告诉我们，他说啊，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 ，Let your garments always be white。传道书第九章第八节，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And let your head lack no oil。Amen。上帝告诉你，来今天这个 oil 不会 lack。你看到吗？我们有很多我的 oil 在那边来 ，free 的 ，free 的要吗？你一个人要不了。Free 啊 ，OK 啊，上帝给我们是 free 的 ，right 是从耶稣那边来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去学习善用神的和给我们的恩赐了。来看下一个 slide， 看下一个 slide 啊，来我特地给你看看到吗？我揭开给你看到左边那边，甘露是代表神的恩膏，肥沃是代表神的恩惠，肥沃是代表神的恩膏，然后。五谷新酒，五谷新酒，面包和酒，杯和饼，是什么来？圣餐来。来，当我们主圣经的，我们开始去领受神的启示的时候啊，我们生命不一样就，我们领受神主耶稣的身体哟，真的吗？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有讲吗？有，看圣经，来看下个 slide。来，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饼、干。来，他说 ，the bread， come now， I'm the bread， I'm the living bread。来，人若吃了这个粮，必永远活着，必永远活着。然后我为世人的生命所吃下来的粮，就是我的肉。看到吗？永生的父怎样差我来，我也怎样的应父活着，照样叫我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哇，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如果你第一次来，我们教会不是吃人肉啊，视频看啊，我们没有吃人肉啊，我们吃不是那个吃部落那个美人那边吃人的，我们不是这样来。他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相信他，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啊，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相信啊，他在十字架的交换，他为我们而死，他受到鞭伤，我们得到，所以我们领着圣餐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你注意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对不对？罗马兵朝的时候，在那个两千年前的时候啊，他们每一个犯罪的人，他们定他们罪的时候啊，他们要上十字架钉死了，是吧？每一个都钉死了，可是那天有一个钉上十字架不一样了，这是神的儿子来。况且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是受到鞭伤先的，他受到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他受到鞭伤，我们得到。他承担担当我们的病苦力，希伯来文，背负我们的痛苦，马克夫痛，他已经拿走了，所以所剩下给你们的，我赐给你平安。他受到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平安能够使我们心里平静，心里平静，依照圣经，在这个箴言里我已经讲过了，会使你身体健康。Amen， 哈利路亚，马贝，圣经给的话语中啊，是多么的丰富。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能够学习到啊，去领受到耶稣这个粮啊，他的生命开始，他的身体中如果有病啊，他开始会好起来。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细胞每天都死很多，来。我们需要吃粮食，可是更好的粮食啊，
它是灵魂体都包括在一起的，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时候啊，我把这个圣餐放在最后啊，忘记跟你们讲啊，你要你拿打开是吧？放下来，不要跟他打啊，忘记 sorry， 我忘记去啊。哎呀 ，OK 啊，等一下我们再领啊，可以吗？拿了一个钟头啊，有没有？电脑 ，OK， 对不起啊 ，OK， 来，主耶稣所说的话语中啊，他带在这个话语中啊，他是给予他的孩子们的 ，Amen。我要讲这个是因为我听到这个话语中啊，是血气，我在血气 ，Right。我在学习中我也就领受到这个圣餐的这个意义啊。圣经告诉我们啊，在太上龙里前啊，他说到被提的时候 ，Right， 那些被提的时候啊，那些还存着的。圣经写啊，他说啊，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着的 ，alive and remain。alive 是啊，你活生生嘛，你年轻人有一个生命嘛，当你年老啊。OK， 圣经说你还存留啊 ，alive 啊 ，remain 啊 ，carry a connotation of power, strength， you know， 它就是代表着有你还存留啊。一个年轻人他也还有生命活着嘛，一个年长的人呢、啊，他以 live life， you know， 我们的生命中我们 we live life every day we live life， you know， 我们面对我们吃这个东西吃这个东西，我们面对一些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we live life， you know。But God says 啊，上帝告诉我们呢，我们存着 ，remain alive, strong and healthy， 呢 you know? ？耶稣说，我来这给你的生命 ，right？ 是些那些能够存着健康，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啊 ，Amen。我们多多盼望啊，我们不必死，我们存着，等着主耶稣来 ，Amen。没说 Amen 哦，还是要马东教，要不东教，我们要存着啊。还存留的，或者还存留的 ，alive and remain 是怎么样呢？领圣餐，领着圣餐，你分别为圣。来，如果我们没有分辨出来，好多人软弱、病、睡得早死。如果我们分辨，我们明白这个是。长子的祝福来，耶稣的身体来，那么海涛人就软弱中变成刚强，病中变成得到医治，哈利路亚！早死的变成主享长寿 ，remain alive。所以我特地，我看牧师他讲的非常好，哎，我特地在这里我要准备这些话语中啊，要祝福教会，我知道教会有健康的身体。来，健康的身体是神的祝福来 ，Amen。我们有病吗？我们会有病吗？会的，我也有病了，我们都有病了。可是当我们有病的，我们可以有一个 ，there's a way out。来，神有一个出路给我们，来领受神的圣餐，来领受神的祝福，长者的祝福。我们的上帝是个祝福的上帝，直到如今话还在有一个那个意思。他的那个意象啊，就看到主耶稣被提的时候，他伸出他的手来祝福，直到如今那个祝福的时候还在祝福我们 ，Amen， 哈利路亚！他是个永远祝福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的信实直到万天。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就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Amen， 将会赐给你心所愿的。我们的上帝是个守夜的上帝，你说 Amen 吗？哈利路亚！所以接下来看来，啊，我分解给你看了，所以这个好像它的蓝图啊，你可以完全的明白。况且我特别放个 arrow 给你，那什么来？丰富，看到吗？神啊 ，there's no insignificance in the original words of God。Bible 你圣经它每一个字里面都代表它的好的意义在里面了。况且因为它的名字都代表，所以当我们去看到它叫丰富的五个字，它必定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来，我们看 second slide，
看到吗？他们就是新约初期的教会，他们天天哦，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在殿里，在并且的这个你帮我一下啊，就是这样喽，一天又一天啊，一个家庭又一个家庭啊，拜饼啊，群众他们很高兴的、啊、用心吃饭，赞美神，在众民面前呢、啊、有恩典，看到吗？在众民面前有恩典哦，他们同心一天天领受圣餐呢、啊，拜饼圣餐呢、啊，然后啊，上帝在他的众民前呢、啊。给他们恩典呢，将得救的人呢，天天担巴又担巴 ，Amen。我去吃红豆的时候，我说加红豆，上帝加人给我们，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啊，上帝给他说，他有丰富的五谷新酒啊，五谷丰富啊，就是你不会缺少，你不会缺少，因为上帝的命令啊，包括天使。他说不可以伤害这个无辜星球，在启示里不可以送到他来，上帝要留给他的孩子，并且在去年的大灾难当中、啊、那些所信主的人也有领受圣餐。哦，哈利路亚，来看下个 slide， 这个一目了然的，我特别看了看啊， A picture tells a thousand words、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哦、看到吗？右边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在店里，并且在家里从一家到一家掰饼，看到吗？这个如果你要分享跟人的话语关于这个圣餐啊，这个可以给他们看来，每一天从一个家到家，所以他们一天不是领圣餐一次，必定啊，初期的教会过着那个丰盛的生命啊，他们不但过了丰盛生命，健康的生命啊，况且他们福杯满意、哦、他们可以祝福别人、哦、他们走过他的影子啊，医治人、哦、他们祈祷那些人软弱的、啊、得到健康、啊、那些病的得到医治。你去看圣经，你看新约这个使徒行传，你看很多的奇迹发生在那边。来，这个我相信啊，上帝带领我们的2024的我们的 FGA 啊，开始步入这个脚步，所以你不还要害怕为病人祷告 ，Amen。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只是说神做他的工作 ，Amen。你只要顺服神，跟着神的道路，从圣灵的领导。我在这里我没有准备，可是讲顺便讲给你听。我曾经遇见一个，就是说大约六年前，一个我们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我不认识他，朋友朋友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他忽然问我，他说你可以来为我的弟弟祷告吗？我不认识他，他的姐姐，这个姐姐问来说可以为他祷告吗？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啊。后来我就去了，我跟我的工人去，我去到槟城很出名的那个 hospital， 我讲给你 specialist 很出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的弟弟啊，他的医生说他的弟弟今天会死了，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带着个信心，就是学习到跟你领圣餐。我跟我的工人上去的时候，他也带着这个 Ravina 那个饼，我上去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这个病人。去到那边，那个病人差不多是40多岁，年轻人，哎，他的鼻子插都跟他嘴巴插，这边全部都有那个 tubes 啊，全部都有。你去看呐、啊，是，你如果你用你的眼睛看呐、啊，你好像不能够去领受到啊，他会得到医治的，因为他已经 coma 差不多4天是5天忘记了，然后他的医生说。告诉他的姐姐说你不要离开，今天是他是 anytime today anytime， 他在那边哭着，我在那边我也不认识他，也不是这个人，只是上到那个 hospital 里面、啊、看到那个米西出来出去，我就学习
依赖神哦。所以你看嘛，你领圣餐啊，你不会把压力在你的身上，是吗？你把压力给谁？耶稣。不是常来讲的，难的他负担，容易的我们做，我们领圣餐。所以在那边我就拿这个圣餐说，我跟你们要祷告啊，可是祷告他都听不到啊，五天的四五天的昏迷在那边啊，然后医生说 today 啊 anytime he can go。 所以在那边我就要拿这个圣餐起来想，不是他怎么样做，他说你们做什么在这里，我叫你祷告嘛，来你们里面啊，这边还没走来，还没走来，还没走来。他问我，我说你不会了，我说不用紧，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引领神的同在啊，我们领圣餐，我也不大会讲。在那边啊，我就开始领圣餐，他没有领，因为他嘴巴都不能够放进去，他这个昏迷了嘛。所以，当我们学习啊，这个是。啊，这是我的学习了，我就开始学习了这个 experience 啊，就是在 Josephine 啊，有一个 experience 在那边，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就领，吃了这个圣餐，领了，什么事发生？没有什么事发生，啊，就拍水，我们就拍水，没什么了，我们拍水，然后我们就洗，就去那旁边有一个我信呢，就洗了，啊，他帮我们洗，他在洗的时候啊。那个人醒过来哦，他哈利路亚，荣耀神了没？他以为我是他的姐夫，我不是，我是啊、朋友。然后啊，他开始，因为在嘴巴有那些 tubes 啊，鼻子都有地方，还有这个唇部啊，他不能够动弹不多。可是他开始要讲话的时候，就讲，哇，他都接到前天啊，啊，西一个讲我，哇，他我也是得前天啊，我更得前天、啊，你知道吗？从我们的不相信啊，神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 ，increase our faith， 增加我们的信心、啊。所以上帝啊，他看到你虽然微妙的这个。negative 的那个信心啊，他会把他的 positive 啊，Amen。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尊重长者的祝福 ，Amen。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中啊，跟着他，简单的，他醒过来，我都发觉到啊，他曾经在 Johor 啊，那个啊 ，Hokkien 组会啊，那个老人院呐。啊，他在那边他有服侍哦，所以他有我知道他有在那服侍，他会复健的嘛，来复健歌嘛。我问你，我就开始问他，你会唱复健歌吗？人要死了唱不唱歌？我说会，我说你会什么歌？然后他想不起，我说今夜后来西亚说，他就唱哦。他闻到呼来信啊，我的朋友在那边主耶稣进入我未来俄罗斯，他在那边唱哦，哎，读的时候今天会哭了，爱哭了那个，他在唱歌哦，他唱很多歌，不是五六条五六首歌，来，摇呀摇呀，红火吹北斗，他就唱哦。啊、你要唱，你要听吗？他来，那个人，那个李密九要来，来，你知道吗？我们在那边，我非常的高兴，可是我们的兴奋中啊，说不出来。神给我们亲眼去亲验到他，然后因为不认识他，不是我看到这样是个奇迹。他我的工人看到我在看他，哇，一个 experience， Amen。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我回去的时候啊，忘记了他。过了一个礼拜，想起他，我们问他的姐姐嘛，因为我有他的电话。他说啊，他出院了。哈拉巴山达拉巴卡拉巴，喂，这个是荣耀啊，给予上帝。我说这句话不是我什么，我们那里可以医治，对不对？那里可以医治，
我们做错没做错？早上我来的时候，我有一个 cream 啊 ，hair cream 啊，另外旁边呢、啊，我一路来没有放啊。这个，那昨天因为来教会的时候，我也放那个 moisturizer 了啊。早上要赶时间来的时候，我把那 moisturizer 放在我的口油，完了，完了嘛！所以你看美丽吗？哈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连这个都做错，哪里可以医治这个垂死人？只有上 ，Amen. All glory to you, Amen. 全部的尊荣、尊贵、荣耀归于我们的上帝，只有你 ，Amen. 所以当你开始这样进入的时候啊 ，One touch of the Lord, He's make whole.哦，哈利路亚 ，Amen！ 需要领圣餐吗？啊，等一下要领，哎，你知道吗？这个神的祝福来哦，我相信啊，神留下这个，他不是白费的。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咒诅来哦，哎，神把这个咒诅倒转过来，变成什么？不祝福。主耶稣在尼撒17。是那犹太人的格兰的17日，你上17，他复活。连姐妹有讲到啊，那个 Mountain of Ararat 啊，挪亚方舟啊，他在你上17日停在 Ararat。Ararat 是咒诅 ，Ararat 是咒诅倒转过来，耶稣复活那天来那个。那个挪亚方舟是同样一天呢，在阿拉拉，耶稣复活了，咒诅就倒转过来，成为什么？上帝祝福你们 ，Amen， 哈利路亚，罗巴拉巴拉巴，上帝啦 ，Amen。所以在这里我要讲一个话语中啊，过了几句我们就要领圣餐了。你相信？过了几句我也不相信我自己说，对啊。所以在这里你看了、啊、我给你看这个话语就是说这个很严格，为什么上帝说这句话呀？我讲快一点了 ，OK， 来下来，来看到吗？正如圣经罗马书他quote 马拉开了马拉基，他说啊，正如圣经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Jacob I love， Esau I have hated， 他 quote 马拉基书一样的。我曾经我读这样我就走过的，因为我怕我不会，为什么上帝这样严格说，哎呀上帝这样就不好嘛，对不对？你冲着人你是这个我恨这个我、哎、上帝有他的属灵的教导给你和我，他留下圣经啊给你和我，为什么啊上帝会说这句话？是因为雅各啊他藐视神的祝福，他藐视了长子的祝福，他轻看了长子的祝福。He despised the firstborn blessing. You know? 哎，记得图片这样，看下一个 slide。我帮个 recap， 对不对？就是刚才我讲的嘛。我累死了，我快要死了。也不要说这句话啊。有时候说的时候不用急了说声，感谢你已经原谅我。然后再重复的说方言。Amen? 有吗？有说方言吗？还是说谎言？所以他说啊，这长子的部分对我有什么用呢？他轻看了神的这个长子的部分、啊、所以神在这里写很严格的告诉我们，以扫啊他恨了，雅各他爱了。你看这个藐视中啊会带来的结果，看下个 slide。你看左边呢、啊，左边呢、啊，亚伯拉罕、以撒，他写到雅各，这个雅各不是长子是吧？他托起这长子的部分，其实他应该是以扫嘛，对不对 ？Isaac, I am the God of Abraham。但你去那里看圣经，旧约和新约，他还是重复的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他没有写以扫，看到吗？一个人轻看 ，despise the firstborn 啊 ，God take it out。Why？ 为什么呢？那个 firstborn 的 blessing 其实代表耶稣了，耶稣为我们付出一切，所以
你 honor 耶稣啊，上帝 honor 你。Amen。你接受耶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啊，他 honor 你，他成为你一生的救主，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着你。理解他要重用你，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重用你啊，来荣耀上帝的名字。Amen。哈利路亚。你看到、那个查里面亚伯拉罕要来以撒，到了以撒，应该是以撒，可是变成雅各了。上帝 honor 他，知道啊，这个十二个种族支派里面呢、啊，是从雅各，他把这雅各的名字交换变成以色列。直到如今，雅各的名字啊，以色列还在那边了，看到吗？一个人能够没有轻看神的啊、这个长者的部分啊，那个人啊，神要祝福。等一下，我告诉你怎么样，基督徒怎么样轻看这个呢？啊，等一下我要去叫你看啊，来看下个slide，来，我要再重复的给你们看一下，看吗？就是这样，丰富你们的恩典，神所赐给你们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和丰富的五谷新酒。如果基督徒圣经写到这个雅这个以上，他轻看了。今天基督徒怎样轻看这个呢？来，我们看一下下个 slide， 看到吗？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记录啊，神降玛纳给他们的时候啊，他说我们的心厌恶这个西伯的饼的这个那个食物了，就是饼了啊。Our soul loathes the bread, worthless bread。所以就在这个就业的时候啊，神一路来保护着他们，就是因为他们murmur，他们说这个西伯，他藐视这个长者的部分啊。神拿起他的手，毒蛇就进来，一路来神保护他们的，一路来都有毒蛇的，在 wilderness， 在那个旷野当中。那天他们murmur，他们藐视了长者的部分的时候啊，神拿起他的手，毒蛇就来。我相信啊，今天神不会拿起他的手，因为你们是祝福的人。阿门，哈利路亚，他不会拿他的手。可是神是爱，神拿礼物给你，你一路跑开跑开，那么我们都不会去领受到嘛。所以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呢、啊，基督徒今天如果我们藐视了长者的部分呢、啊、，despise the firstborn 啊，就是我们不会去领受到这个祝福。神拿祝福给我们就跑，神说叫我们领圣餐，我们不要领圣餐，看到吗？什么莫高油，我们没有莫高油。当然以前你不会，因为我们没有讲给你听，现在我们讲了，讲到几年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啊，他会学习抹膏油。我的家，我的冲凉房里面，我有膏油，冲凉洗好了，清洁了，好、哦、看到那个很深的脸，抹膏油。上帝，我有 ，I am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n Christ Jesus， Amen。所以这样的膏油领圣餐，自己领 ，Amen。所以这个是基督徒要明白啊，你知道吗？一路来啊，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知道个蛇是谁？魔鬼，来，他的the demons， 他的部下的 demons 也是很多，就是代表蛇是很多。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必去注重那个蛇，对吗？我要告诉你，你也不要去怕，不注重啊啊，去那边不是不是。啊，那个事物会害死我们啊！这个空气不好啊，这个空气不好。当然我们要小心啊，可是我们不要太注重看敌人，我们看谁？耶稣。所以上帝就叫他们拿起那个铜蛇，看那个铜蛇，这个那毒啊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了，耶稣承担了，看到吗？所以你的注重力不是看几个蛇在那边，几个蛇在那边，你的注重力在那边领圣餐，你们五谷新酒，哈利路亚，可以吗？所以接下去来看，看这个在那里哥林多，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基督徒今天怎么样藐视长者的部分呢？我们领圣餐，我们不管什么，没有什么启示，也不分辨出来。看到吗？他们没有分辨
主的身体，就撤下了这个罪，这个罪，这个咒诅来了。他 judgment 了，他写 judgment 了，这个咒诅了，神已经咒诅这世界了，这个、第三个咒诅了。你要 you must sweat and earn your living， 这咒诅你要 bear pain， 你要生孩子，你要痛。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承担担当我们的病，背负我们的痛苦。我告诉你，要生孩子，顺顺利利的生 ，Amen。不会经过好像死计划来讲，不会的。你顺顺利利，祝福上，上帝的祝福给你满满的 ，Amen。上帝祝福你们 ，Amen， 可以吗？所以基督徒今天怎么样藐视 despise the firstborn 呢？他们有分辨出来 ，Right？ 另外一个我要告诉你们，来看下个 slide。几个门徒在那边算看，十二是十三，包括耶稣是十二了，没有包括耶稣十一啊，一个不坚定了啊，那个属于你猜一下了啊，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好来，我给你看，就是在这里啊，基督徒今天怎么样藐视神的 firstborn 呢？就在这里，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来下个 slide。 Now 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他都有记录到这个他们这个领这个圣餐。来，可是在马可福音是一个 most chronological 跟做次序的，就是马可福音。从马可福音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这饼和杯啊，几时分别为圣，成为一个祝福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祝福的时候，还是我们撤了的时候。所以你看这圣经中啊，他拿那个饼的时候啊，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撤了还是没有撤。可是当他二十三节，来上二十三节，你们跟我一起读可以吗？你读到你的耳朵听到。二十三节是什么？他又拿起杯来，就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没有？喝了。他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所立的约，为许多人留下来。”所以，当我们喝了，他成为耶稣的血。如果你没有喝了，你放在那边，过了两个分钟，过了二个小时，他还是人民啊。可是当你领了，哈利路亚，分别为圣的耶稣的宝血，他的病，他受到鞭伤，你得到了医治。今天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他怎么样藐视呢？没有吃，看到吗？所以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一起领着圣餐。当你领着圣餐的时候，你没有藐视神的长者的祝福啊，那个祝福跟随着你来的，看到吗？所以这个 knowledge 啊 ，I impart to FGA Church， 这个 knowledge 我们要领，我们不要藐视这个，我们要有一个长者的祝福。来，看下个 slide， 下个 slide 啊，长者的祝福双倍的分量，双倍。好来，这个 Isaac 他要祝福雅各的时候，这个双倍的祝福啊，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和丰富的五谷新酒，这个双倍啊，你要去看新约中他描述一个双倍中啊，我就在这边听啊，来看这个下个 slide， 这个在罗马书，罗马书你写到啊，你注意看，我是用现代中文译本啊，因为它能够浮出来我要讲的东西啊，我说什么？上帝的灵使耶稣，注意看那个红色啊。从死里复活，如果这个灵圣灵啊住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位死，这位就是上帝啊，指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啊，也要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你们那必朽坏的身体。看到吗？他说什么呢？他讲两次啊，看右边上面三位一体 ，The Trinity is mentioned twice 呢。哎，两次双倍是什么？长者的祝福来哦。
当他说到这两次的时候，上帝正在赐予你和我 FGA 教会，你们的教会，世界的教会，神所爱的人，长者的祝福。他说什么呢？上帝耶稣这个灵，然后基督上帝这个灵，两次说出来的时候，他的目的的双倍的祝福是什么呢？把生命赐给你那必喜欢的身体，看到吗？灵这个生长，所以这个话语中啊，你看下面来，下个 slide， right？ 要我的啊，你们下个 slide 看到吗？他把生命，那个生命啊，就是给你活作起来，他的意义叫 make that which was dead 啊to alive， you know？ 那个华语他不会去表示的，他说啊，就是说啊，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 we live life 嘛，每一天都有细胞在死嘛，我们吃啊营养餐啊，补充我们啊，所以更好的营养餐，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吃，那个我有吃的 supplement 我有吃的啊，那 vitamin 我有吃的，可是更好的神给我们的，没有 side effect 的，就是生产， amen。所以这个上帝给我们、啊、双倍的恩膏，今天、啊、双倍的祝福、啊、是给予他的教会，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知道这个世界呢？来，你看这个圣经的话语中、啊、这个超自然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生命、哦、看下一个 slide， 看到吗？看下一个 slide， 他说、啊、住在你里面，特别看，注意看那个启示、啊、左边，住在你里面，谁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三位一体的圣灵啊，住在我们里面，代表什么呢？代表个力量给我们、哦、You have life, you know. I come that you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more abundantly. 这个 life 啊，圣灵，圣灵带着我的生命啊，来到你那边哦，你必死的身体，这是其实和本身必死的身体，那被朽坏的身体啊，有这个超自然的力量的来到你的生命哦。所以右边你看到吗？那我们读，你们一起读来，一二三，第二句右边那边，他提醒我们永生神的灵，大声点，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上帝的力量， Amen， 这就是的力量，今天呢、啊，要使你必朽坏的身体啊活起来哟、哦，生命起来哟、哦， Amen， 哈利路亚，看下一个 slide。所、so, 以这个在从那边，我要问你，这个是几时上帝要给我那么把的生命啊，给那个必朽坏的身体？是几时？此时此刻，不是复活了，被接到天上了。那个接到天上了，我们没有朽坏的身体了吗？他把这生命赐给那必朽坏的身体，就是在现在地上的时候，上帝要赐给我们这个。长者的祝福啊，在此时此地啊，为我们定义、哦、所以他来是为了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带来什么？所以你有病吗？他带来生命，病就好。你有软弱吗？他带来生病啊，就健康起来。你的生命面对种种的困难吗？他带来恩惠，生命带来恩惠，带来祝福，天上的干粮，地上的回复恩膏， Amen。 你反过来哦，哈利路亚，在此为本来是为别人祷告，你在灵里祷告的，你反过来啊，警醒不见为众圣徒祷告，本来是不要被祷告的，现在你为众圣徒祷告，你反过来得胜有益，这个三位一体的力量的生命啊在你里面， Amen。 所以在这里、OK， 我几句话就停，这个真正的几句话来看下面、啊、看一下来，哈利路亚，要准备、这个谈事情的可以上来，我特地把这个话语给你们、去看、啊、我们读圣经的人、啊、我们领受到一个话语，就是说 The law of first mention 很重要，圣经第一次写到他的，第一次啊，圣经写、啊、如果五谷新酒，来，单单只是五谷罢了，这个面包罢了，他没有祝福了。
第一次圣经里单独提到面包的时候啊，地上就去接受主，来，地必因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流汗，满面柴油，饭啊，这个是面包 ，lechem， 哎，他的原文叫 lechem 是面包。如果面包不了啊，没有祝福了，咒诅。看下一个，下一个 slide，OK， 看到吗？第一次 ，the law was first mentioned， 第一次讲到啊，单独讲到酒了啊，酒醉，酒醉 ，drunk， 麻木，哎，挪亚他喝了啊，酒就变醉，酒在盆里赤坐身子，知道吗？赤裸裸，如果只是酒不了，第一次圣经讲是咒诅，况且、啊、赤裸裸，这个是对我们不好。可是圣经写第一次酒和饼在一起的时候不一样，你看到吗？单独遭到饼的时候咒诅，单独遭到了酒的时候咒诅。可是现在我们看下个 slide， 第一次 OK， 刚才没有讲到对吧？他酒醒过来了啊，他就咒诅他的小儿子，因为他暴露他的赤身露头，所以他说迦南就是他是小这个 Ham 啊所住的地方啊，应当受咒诅。他必给自己的兄弟做奴妇的奴，下潜到啊，变成奴妇都比奴妇更低。但是 ，Thank God，Thank God for the holy blood，but the holy blood， 神圣的但，就是当饼和杯讲在一起的。我们看下一个 slide，Hallelujah。饼和杯第一次 mention， the law of first mention 是在 Melchizedek 带这个饼和酒，在 the valley of Shaveh， the valley of Shaveh 是在 Kidron Valley， Kidron Valley 啊是代表黑暗之谷，亚伯拉罕累了，他打赢战回来，他累了，他心想不知道那个王啊会不会再回来打他，他累了，他进入这 Valley of Kidron Valley， 黑暗，在黑暗的谷里面，上帝把你带你出 the Valley of Barakah， 祝福的山谷。Amen。他带饼和酒来，第一次圣经写到饼和酒在一起的时候，带着祝福来。看这个 slide， 那右边上面呢、啊？亚伯拉罕他给这个 Melchizedek 这个代表耶稣来， Melchizedek 代表是看希伯来书你就知道，来，他给亚伯拉罕祝福说，至高神赐福给你们，祝福了啊又再祝福你们，这什么来领圣餐，你要领圣餐吗？你要领受长者的祝福吗？我们要领圣餐。所以你看这里面，我把这个时间短短的给你看啊，给你要祝福你啊。看下个 slide， 在最后里面来。哈利路亚，我们要准备领圣餐 ，OK？ 然后数奉献。哎，对不起，双倍的恩膏嘛，双倍的祝福嘛，双倍的奉献了。哈利路亚，牧师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Amen。所以这个里面我要祝福教会啊。去看看这个话语组，来，我们的教会很好，他会重复放 YouTube 里面，你可以去看，如果你 miss 了就去看，好，这个 slide 里面，这个我们刻苦耐劳的做领袖的，我们要喂养神的羊，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你要去领受呢，是你的责任， Amen。 上帝要祝福你，
你要打开你的手。基利亚拉拉巴香达拉。同样的，我在这里要祝福那些人还没有信主的，那我还没领受赞美，我们做那个节制祷告的祝福给。如果你在视频上，还是你在这里，你还没有信主，来，你要领受这个长者的祝福。那么你首先来到耶稣里面接受耶稣，我鼓励你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这个祝福。来，所以我祷告，你跟着我祷告，我们要祝福。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我们常有这样的做这个的节日祷告。尤其你们基督徒，你们有信心相信神会把这个话语带领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得救。你知道吗？这一生最好的祝福就是得到永生的生命。你们，我们给他们机会，可以吗？来，我们一起祷告。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来，你跟着我这个祷告。简单的祷告，主耶稣，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我领悟到你那么的爱我，我也相信你承担了我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三天后复活，回到天家。今天我打开我的心房，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一生的救主，来帮助我和我的家庭。奉主耶稣的名字祷告，阿们。如果你这样的祷告，我恭喜你，你是上帝的孩子，你可以跟我一起领受这个圣餐。让巴卡拉巴圣的哈利路亚！来，我们一起领这个圣餐准备这个饼和杯。大家一起站起来可以吗？尊敬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耶稣。当圣经告诉我们，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你还没有成为罪人之前，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没有成为罪人之前就为我们而死。这就显示了上帝的爱，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神的爱给我们是无限的。 Amen。 今天你手都拿着那个饼和杯啊，就是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流下的血，他带着一个含义，这个祝福来。 Amen。 所以长者的祝福是双倍的，愿上帝赐你天上的甘露恩惠，地上的肥恩膏，和丰富的五谷新酒。这个的祝福了，上又祝福了。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就是我们感恩你诚然，以赛亚书三章第四节第五节，你诚然担当我们的病，你说 surely surely 不是有还是没有，一定了，你诚然了，担当了我们的病口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马空，你受到刑罚，受到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所以在这里，你的身体有病吗？你自己在跟神讲，那个病在耶稣基督里，我得到了医治。自己讲，来开始讲。是的，很像嘛，上到了面的，哈利路亚，下了面的给我，谁看我西古。就是我们感恩，哈利路亚，感恩主啊，你对我们的好，我领受在十字架的交换。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我们既然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照着应许领受神的产业，其中之一
就是身体的健康。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这个病，耶稣的身体。Amen。我们领啊。哈利路亚。基利亚拉拉巴桑达，来，我们来领受这个杯。哈利路亚。神的话语带着一个祝福的话语，马太福音26:18。哈利路亚，这杯是你跟我们立业的血，为多人而流，使罪得赦免。主啊，我们感恩，我们的罪被洁净到一干二净。罗马书5:9，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哥林多后书5:21，他言不知罪，成为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公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公义。我们一起宣告这个祝福的话语，可以吗？在耶稣基督里，我是上帝的公义。再次，在耶稣基督里，我是上帝的公义。Amen。我们领受一人的祝福，不但有永生的生命，也有丰盛、健康、美满的生命。我们去领这个杯，哈利路亚！起来唱，哈利路亚！我们唱这个，朋友们，哈利路亚！来，赞美敬拜，帮助我。沙拉巴卡拉巴亚呢？等到永远。高扬你掌权，经过瞬息千难，经过万息千乱，向你屈膝敬拜，向你举起敬拜。向你举起，最后一声。
Amen。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祝福的神。愿这个祝福来到你面前。圣经告诉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上的甘露 ，Amen。愿阿爸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愿亚伯拉罕的祝福，愿生命中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祝福来到你面前。圣经告诉我们，他命令亚伦，一些人进入旷野，在旷野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旷野，你的生命不是旷野，你的生命有神的光，你脚踏的地方是世界的，是旷野。在这旷野中，上帝命令亚伦，他的祭司祝福，用这个话语来祝福人，我用这个话语祝福人，他说愿阿爸父赐福给你们，保护你，愿阿爸父使他的脸光照你，哦，哈利路亚，赐恩给你天上的甘露，愿阿爸父向你扬脸，赐平安给你，你和你的家人。上帝祝福你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字祷告。